今早上，欢迎收看今日六月二九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60个本土病例，阁有3个人死亡，是连续四天病例数拢伫100例以下。整体看起来疫情有渐渐啊稳定啊，也毋过最近百货公司甲风景区人嘛开始有咧变多。指挥官陈时中是提醒民众，即阵无代志也是莫出门，因为三级警戒也未解除。新冠疫情本土个案继续增加，拜一礼拜新增加60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33例上最，搁再来是台北市22例，桃园市2例，桂林市南投县加彰化县各1例，另外死亡新增加3例，这也是连续第四天，一天新增加病例数在100例以下，搁再创下三级警戒以来上少例。今天的案件数比较少。当然跟可能跟礼拜六礼拜天那裁剪的人比较少可能有关系，但是那确定这个是整个的发病的病例确定是往下在走。李进前对比了回来台湾的祖孙两个人确诊新冠肺炎，也连带跟印度变异株传回来台湾，指挥中心赶紧列出跟祖孙两个人同班机的前后两班的乘客，总共38位，这阵34人 PCR 采检结果都是阴性。同班机的接触者有38位，那其中34位已经 PCR 检验是阴性，那3位在检验中，那1位已经出境。那搭乘的防疫计程车的司机他也在新北，他 PCR 也是阴性。因为外界对着印度变异株的传播力非常关心，指挥中心讲，对新加坡的研究有发现，印度变异株原是发烧、咳嗽是主要症状，跟英国变异株无明显的差异。疫苗对着两者的保护效果也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变异株的交互传播力比英国变异株是还佫较悬。Delta 病毒株确实它的传播力是会有比英国病毒株还有更高的一个传播的能力，它的加护传播率在英国变异株的时候是8.6%，那到印度变 Delta 病毒株的时候，这个加护的传播率确实有上升不少，到12%。另外，最近的本土确诊数下降，民众开始关袂调啊。百货公司甲各风景区的景点纷纷出现袂少游客。指挥官陈时中呼吁大家，无代志尽量莫出门，有代志紧去紧转来。就算大家有挂嘴暗，也过人流增加，大家做伙也是唔好。记者史荣合报道。美国官方台湾250万剂莫德纳疫苗下7月7日被扣代注下，因为这疫苗下爱超过温保准。行政院长苏贞昌昨就去桃园冷冻店的仓库，感谢工作人员的辛苦。国内发现变种病毒，对疫苗的需求是国家着急。行政院长苏贞昌离别到桃园陆地公司视察冷链仓储跟疫苗检验房间未着停，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辛苦。国中同仁都要配合疫苗的要求，所以要在最严酷的环境，-20度、70度来工作，这个是非常辛苦。在你-20度的环境检验房间，就要穿正厚的衫。苏贞昌讲，疫苗自原厂制作一直到做伫咧个人的身躯顶，是一段正长、科学、专业而且严肃认真的旅程。就这样疫苗的珍贵，一个政府对疫苗安全性的重视，要有相关的人员、车辆、仓库找整个专业的运作方式，然后还要一个一个来统计，真的是不简单。石油署讲，这边美国送来的250万剂莫德纳有红虾，加前两批次对欧洲原厂买到的莫德纳有红虾。在你外观杜尊温度一个每一罐的质量拢有差，李贝已经完成检验房间，搞好疾管署进行注射的作业，按算自7月7日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防止 Delta 变种病毒，屏东县政府本地是要求香港县有这两个庄仔头的店头市场拢爱休困3天，即马是无排除搁要延长1天，要等大家预防下拢注射。另外，较真正捌去过帮了病院，县政府是要求病院嘛爱休困1天，先做大消毒。嘛呼吁6月10日了后有去过帮了病院的民众爱出来做体检。屏东帮了病院大门口徛休诊期间，大门封起来过失败，也是有唔知的民众要来看病，无法度入去。啊，你唔知影讲今仔日病院休一天哦？我也知，加当。啊，加当哦，你要来筛药啊，还是看诊？没有，要那个检查那个肺部的。
屏东县第二十八新冠肺炎是无人确诊，不过为了防止印度 Delta 变异株，本来宣布二十六开始，香港先有两村的商店、市场，也甲餐饮业禁止营业停业三天。中道的时阵，县长讲有可能会阁延长停业一天。等疫苗接施打完，明天一天无做嘛，无要紧啦。我刚刚也听到啊，这些呢，我请两个村长逐一沟通店家，大家再等一天。潘明安叫店头爱过论一讲，确保符合租家民众拢做完疫苗，让两村拢大消毒了后再来恢复。也因为一个市确诊的高龙，真侪病进出帮了病院，无找到感染源，一个帮山群组感染，确诊 Delta 印度变异株感染者，拢来过帮了病院就医。县政府要求病院一日被大消毒，现有香港村民的疫苗继续做，体检站也直接改做采检 PCR， 唔免阁快筛。会依照他的 PCR 的一个结果去做分流通知，让他依我们基地的一个时段来，这样子呢就避免那个一个群聚。刚下晡就通知啊，会用打电话通知，啊通知看刚几点几点安来做完。另外，因为高雄的感染源不明，县政府扩大筛检范围，呼吁六月十四去过枋寮病院的民众、枋寮乡村的乡民拢来筛检。最近四天来筛检的人数是1500人，结果拢是阴性。也有台大教授建议，县政府爱将筛检的范围包含西雅乡一家茶城乡。县政府讲，各界宝贵的意见拢有收到。目前屏东的防疫措施甲教授建议的方向是同款的。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枋山发生调查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大大影响枋山的山野无消路洪退会。消息一出来了，乌掌就有政治人物企业大量资本要甲农民斗三工。即马屏东的检方嘛要调查讲，到底是谁伫网络乌白写、乌白讲，讲山野嘛有目睹病毒，放上假消息。早起拄食采收的山野，一人一人再来包装，大家赶要出货。这是企业驻门500箱的山野，希望会当甲枋山农民斗三工。这个应该是在污名化。我们枋山地区来讲，芒果还是站在收获。像我们现在在采收，也是外销在集货。唔啦，业者生气，农民嘛真无奈，想要到德尔塔病毒伫枋山出现，率连枋山山野的销路嘛受影响。农民表示，伊原底一天会当出40-50箱的山野，即马剩无10箱，加在有地方面台一摆订100箱的山野，专门要送去北部的病院和医护人员。有个人定定咧，打电话来讲，两天还阁散，感觉足无奈啦。因为这山野和疫情无啥物关系啦。送给双北医院、新北20所、台北20所的医院，给医护加油，同时也为我们古龙加油。除了民间发起团购，农委会表示，若受困难的农民会当透过枋山农会来销售。原底农会一天会出6台车送山野去台北。即马估算可能数量会增加，因为已经有农民表示需要帮忙。会知影是有一半个农民，伊即马开始有咧甲阮联络，啊会使，我嘛主动甲农民咧联络，甲农会这边只有咧配合的，啊有要钱有过，因为上次也是一定要有要钱爱有过，阮靠我都帮家帮助。造成即摆消费者退订枋山山野事件，是因为网络传出水果会传病毒的消息。到底这个假消息是安怎来的？屏东地检署表示，已经派检察官主动调查。记者陈嘉文、罗伟哲，屏东报道。世界棒垒球总会 WBSC 发布最新的世界排名，咱台湾在男子棒球累积的分数，对去年的第四名提悬到第二名，敢若输给日本。这个排名是从2018年开始算起，算到今年，由 WBSC 认定官方的国际比赛，亲像是由12世界杯到乒乓级数的比赛拢算在内。咱台湾这摆是摕到3590分，有进步2名。即马排名是世界第二，第一名是日本。严格前5名内底，敢若咱台湾无去参加东京奥运，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已经是放弃参加5×1的奥运资格赛。今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的天气。今仔日咱继续吹西南风，苗栗以南会落局部大雨。啊，那东北部是落西北雨。咱来看云图。
今日明仔两天龙头西南风，苗栗以南甲外岛是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中南部也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其他所在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有西北雨。今日伫东南部有机会会透火烧风，花莲有到高温的黄灯。那拜四西南风就会减弱。高压会增强，水气会减少，各地开始转做高温烧热、热天的天气，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伫顶礼拜五有宣布讲，那阵东港上阿尾一间预防社开开了后，有村住无了，会使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去住门去住社。台中市政府伫昨昏就推出登记平台，今日开放住门。也毋过全国各县市的做法拢无相共，亲像彰化县就讲无要开放。疫苗持续咧住，毋过逐工到落尾，拢有住无了的。为着买套这疫苗，嘛好，毋是正规类注射的民众会当有机会来住。台中市政府二八下晡推出住无了的疫苗住门的机制，为二到早起9点开始开放，予18岁以上的民众伫个网络住门来住。那在施打的前一日，我们一样会根据这个排序，乱数排序的内容，排序比较前面的民众。有可能是10位，有可能是20位，我们会简讯通知采取比较前面的民众。注射了疫苗，台中市开放第一组的前两天，第一网络会当登记，而且采随机的方式来排顺序。不过这仅限制第一公部门的注射站，要拿扫落来莫德纳疫苗，卖配发去合约的医疗院所。不过注射了疫苗确实是无济，民众若要注文，嘛是爱靠运气。原则上，因为莫德纳一罐是14剂啊，那市府统一规定要预约满10人才可以开一瓶，这是符合施打对象的，要预约满10人才开一瓶，所以原则上它的残剂最多最低最多应该是4到5剂。针对注射了疫苗，其他的县市也有不同样的做法，可比南投县是让合约医疗院所开放给18岁以上的民众来登记候补，也代表着县原本有开放注文，不过目前都已经让注文了了。那就我们苗栗县来讲，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各个卫生所回报回来的以及医疗院所回报的，我们目前呢都已经预约已额满了。目前彰化县是无开放注文，才会注无了疫苗。彰化县府表示，因为疫苗还无够，所以还是以中央公布的分类优先来注。要若注无了疫苗，会由各乡镇卫生所来回收，再佫针对已经伫个名册内底，而且还袂注的第一类至第六类的对象来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总会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乡亲，你报税了未？综合所得税报到6月底，今仔日已经6月19号，剩明仔上尾啊一天，还佫有38万户也未报税。因为最近疫情滚假，医护人员上届无用，所以财政部嘛有宣布讲，放宽医事人员会当延到8月初日进行报税。那其他的人也未报税的，爱赶紧。再关心联合报。彭博资讯去年开始，逐个月拢会公布全世界防疫经验度的排名。咱台湾伫5月份爆发本土病例了后，第四排名是对全世界第5名，退到第15名。昨昏又搁公布上新的排名，咱台湾已经退到第44名。来关心中国时报，日本之前有关乎咱台湾124万档 A G 疫苗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资料，这批疫苗社到6月16日。拢无经过 WHO 的查验，并无列入紧急使用名单内底。疫情指挥中心嘛坦白讲，这批预防针确实也未摕到 WHO 的紧急使用认证，也毋过这毋是要紧的条件。在关心北农发生群聚感染，台北市政府是要求北农、西山、竹山、花市四大公司，甲台南市场的员工、中盘拢爱戴上注意防射。昨昏已经开始注射，有机关嘛积极讲，市府通知上班做法上赶。北农的总经理嘛对外表示，北农头一个病例甲放假的地管是有关系，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谁人是头一个，即马已经正恶厘清。礼拜早起，台南市场的大头生意人坐专车要去做 A Z 疫苗，因为北农互相烧的感染事件，北市府下令，除了北农以外，宜山、竹山、花卉甲台南市场的员工甲承销商拢爱注射疫苗，总计注射人数大约是13000多人。7点的时候来这边集合，将近900个人去注射疫苗，
下午两点还有一批，下午有1300的业者可以去打疫苗。通知两千外人，上少爱卡两千外通的电话，而且拢是伫七点到了后才开始通知。好，协助通知的自治会新官是真无闲，老接电话就所大头行李人也可能真多，老高的人。整体过程，和市员认为讲，市府甲联医伤过赶紧，准备过程要互相稍微议论。比较晚才拿到这个名册，时间真的是很赶。到六月二七为止，双北开发市场的确诊人数北龙有83人上多，花卉甲特产各有三个人，宽南市场44人，新北甲琴批发市场有21人。不过市议员柯淑华指出，北龙确诊人数唔拿83人，而是89人，宽南市场有53人，这个北市府稳重疫情。北龙也讲，第一例确诊疫情调查甲放假地势有关系，不过指挥中心的看法唔是安尼。第一例，他注视了，跟你讲诶，他有去。就是万华活动室，你是说万华的茶店那些吗？这里面你很难讲说谁是第一个了。好，他有发病的第一个，好，但是从哪一个开始，其实到现在也很难去厘清。指挥官陈时中讲，即阵要判断什么人是源头，也讲上早。为着清零，北市府拜四开始对五大批发市场做大规模的PCR采检，列出13000多人。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也协助。不过台北市侪公有市场也传出有确诊案例。市场处处长陈廷辉坦白讲，北投市场、南门市场、甲永乐市场各有一个人，离南门市场有6人未到。永乐市场包含大头，总共120人，已经在礼拜下晡去病院检查。记者自动发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亿8000万例，死亡人数有393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0个病例，目前咱台湾是14694例。中国的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79万例。目前在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三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在巴西是超过1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77万例，在法国是超过583万例。接头来，以色列来关心，以色列有80%的人口上无拢住过头一档预防针，啊，若住好两档的嘛，已经有50%高。也毋过，因为即阵 Delta 变种病毒咧传，当地政府是要求少年家15岁以上的嘛，要赶紧去注射。另外，伫西班牙是有观光饭店发生群聚感染，有1200人去划着，大约有5000人爱隔离。啊，若伫南非甲马来西亚，是为着要阻挡变种病毒，所以继续要实施防疫禁令。伫西班牙旅游景点的马约卡岛这间观光饭店，即马正做防疫旅馆。这阵中学生本来来遮耍，即马煞伫咧隔离等待体检。健康官员讲，这边群组已经有1200人确诊。目前全国17个地区内面有8个超过900位确诊者捌来过遮，包括马约卡岛在内的巴利亚利群岛，顶礼拜才予英国放入去旅游安全名单。Vull recordar que els viatges s'han de programar organitzar des de la responsabilitat individual i col·lectiva. Venim d'un any molt dur. En aquestes illes han mort 845 persones. 以色列发现有一挂确诊者是完全做过预防针，所以政府对变种病毒德尔塔正注意。不过也强调，辉瑞 BNT 的保护力有90%，表示差不多还够10%有可能感染。另外也发现德尔塔对15岁以下族群有正大威胁。所以强烈建议12到15岁族群赶紧做。即马全国55%的人完全注射预防针，苹果若到75%就能到群体免疫。不过即马德尔塔来乱，已经修正成做80%。德尔塔变种病毒也正伫咧南非传。礼拜是南非恢复国家严格封锁令的第一天，餐厅、酒吧拢关起，路也无啥人。南非地区新增加要到18000例确诊，接近第二波疫情的上悬纪录。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now, but we need to start afresh. But we start afresh with who? Because people are dying. 为了要控制疫情，马来西亚伫咧礼拜继续全国封锁。当局讲，除了封锁以外，也会赶紧做预防针。马来西亚目前只有6%的人完全做过预防针。公司新闻吴玲编辑。来关心瑞典国会伫顶礼拜表决通过对总理勒文的无信任案，勒文二伯已经宣布辞职，
将受水电诉讼头一个因为无信任案落台的总理。水电国会议长开始咧协商要找总理的人选，外界是认为讲，因为即阵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咧传，所以大约两礼拜内就会当组新的政府。水电总理乐文伫个一个国会和反对党通过诉讼第一遍对总理的无信任案。乐文有一礼拜时间会当决定要辞职下台，或者是提早举行选举，而不决定要辞职。Med ett år kvar till ordinarie val, med hänsyn till den extraordinära situationen som landet befinner sig i, med en pågående pandemi och de särskilda utmaningar som det skulle medföra, är ett extraval inte det som är bäst för Sverige. Med den utgångspunkten så har jag hos talmannen begärt att bli entledigad som statsminister. 乐文讲，到明年大选进程，会用议长协商格林总理的人选做新内阁。乐文的内阁会继续拿来做看守政府，一直到新内阁前。水电的政论评论员认为，因为有疫情，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是两礼拜。The reason why it won't take that historical long time is because the speaker, which has the power in this situation, has told us that he will be much more rigid in terms of the time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at it will last for maximum 2 weeks, actually. 在你论文清洗之后，找新人来接总理的责任是国会议长诺伦。自从顶礼拜无信任案通过了，虽然国会中间偏右派加中间偏左派联名的政治谈判也继续在咧进行，两边拢希望会当争取有够的支持。做内阁上台之前，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批发代币的批发伫明仔要恢复谈判，引起中国的不满。北京的态度强硬，回应讲代币的贸易是真重要，所以要继续强化两国的关系。来关心热天是出国旅游的大季，后面要开始实施无风险护照。七月初开始，民众只要用手机啊显示注射记录，就当快速通关。来关心立陶宛讲要关予咱台湾两万栋的 A G 预防车，谢谢咱台湾人为着要表示感谢，即马是捐钱予立陶宛的社会福利机关做爱心。镜头当下讲来关心，即马入境咱台湾管制措施要变严格，那阵对高风险国家入境台湾拢爱去住集中检疫所，嘛爱做两家的 P C R 检测，一定爱坐防疫车队的车，亲戚朋友袂使来载。社区消毒持续进行当中，桃园二八新增加本土确诊个案两例，一个跟双北有关系，另外一个是护理之家的住民。六月十八接种第一剂疫苗，最近因为血糖升高，送病院了后采检确诊，不过第一剂采检是阳性 ，CT 值超过三十，第二剂采检是阴性。现在卫生局嘛已经针对护理之家110个住民，还有工作人员做采检，目前正伫咧等检验的结果出来。第二次他采检是阴性，那第一次的采检的 CT 值是35.3，等这个110个，我们今天早上说完成采检的结果，必要的话我们会把一层楼注明清开。为了阻挡 Delta 印度变种病毒大开，桃园机场全面提升入境旅客检疫措施，为巴西、印度、英国、秘鲁、以色列、印尼甲孟加拉等等高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袂当居家检疫。全部都要带去集中检疫所，而且嘛禁止亲戚朋友去机场迎接，都要搭防疫车队去检疫的地点。违反的人会罚10,000至15,000的罚款。你已经没有亲友接送这个选项了？没有了。什么时候知道说那个要罚15,000亲友接送？早上，原本亲友来接送的。啊、真的哦，然后现在就搭防疫车了。对对啊，就等下出去就搭防疫车就好了。你在入境前还没有订好防疫旅馆的话，我们先依序往前排队，直接告知工作人员，他会协助你们住在。集中检疫所或是防疫旅馆，非常好，全部都是隔离起来，而且最好入境的时候就做核酸。是，这样才保障国人的安全。好，我们很乐意配合。回国的旅客大部分拢表示愿意配合，检疫电子申报表顶关，亲戚朋友来接的这个选项目前已经删除，不过机场内底还佫有真侪相关的宣传海报，还袂换做新的。市长赖文灿表示，中央已经决定对高风险国家做14天的高强度的管制，而且为这个所在回来的旅客，嘛已经过2次的采检，建议会当伫机场建立快速 PCR 检测的机制。像这个动物、植物的检疫也在机场进行，那人的检疫一样要在机场可以直接执行。
戴文灿表示，英国真侪人主张机场入境都要用快筛，不过快筛会有伪阳性或者是伪阴性的问题。若是要做 PCR 核酸检测的正确性会较悬，要若快速 PCR 的检测，第半点钟内就会当知影结果。机场这边应该要做这款检疫的安排。另外，入境防疫的路线也要加强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在这回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60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3471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459例，伫台北市是有4428例，超过1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688例，苗栗543例，基隆302例，彰化262例，台中197例。另外，昨昏咱嘛新增加3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的病例，加共14694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3471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再去上新的数字。镜头来台南，咱台南昨昏是并无新增加病例，也毋过前一天有家庭群组感染，一群头加8例。台南市政府赶紧伫社区安排28个体检站，嘛拍算一天要体检1500人，要防止病毒伫社区继续传开。台南省台病院支援的安南果菜市场体检站下晡1:30开始体检，一定要体检上座1000人。不过因为果菜市场有确诊者确诊，民众烦恼的为着比早起另外一个体检站人明显更真多。其实我们这个筛检站最主要是因为确诊个案是住在这一个里，所以是针对周边的高风险的里民来做筛检的。但是因为武林其实它大概有300-400，我们开放预约是150，那我们还是多备了大概150，所以今天如果全数都可以筛检完的话，我们今天筛检量可以达到300。台南一日市雄雄增加8个本土确诊病例，打破台南连续十一天无确诊者案例。市政府除了清洁消毒，28开始连续3天设立2位大型体检站，民众连做甲确诊者个案有较热共款的，拢会当去接受 PCR 体检。不过安南区规定小话来源是啥？市政府是讲，原本怀疑一个去过彰化疫区的亲戚是感染源，后来检测抗体一个 PCR 拢是阴性，所以排除。也毋过刷出了另外一个抗体是阳性的家族亲密接触者。那是伊去过所在，目前也搁伫调查。那但是在中央给我们的资料里面，我们又发现有另一位跟这个家族群聚者有亲密接触关系的一个亲人哈，他本身的抗体是阳性的，那抗原是阴性的，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位疑似确诊者哦，这个疑似感染源哈，去详加的调查他的足迹。安南区规定小卫事件引起民众的烦恼，台南市卫生局也针对确诊者案一数683大的社区19号41个人做 PCR 的体检，27暗时检验结果出来，41个人拢是阴性。另外，我那准备10000份快筛试剂，要拨到基层诊所，希望协助伫第一时间找出社区潜在感染源。另外，屏东确诊司机载民众去台南的宫庙问代志，市政府要罚伊至少12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昨昏有新增加22个本土病例，另外针对有一对台北市的翁仔某，捌甲屏东帮寮的确定病例接触过，目前因的 PCR 检测拢是阴性的，长在隔离。市长郭文铁是表示，就算是阴性的，嘛毋是保证安全。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要安怎？郭文铁表示，一定要做2档预防针，才有保护力。Delta 变种病毒入侵，甲屏东帮寮确诊者有接触的2个台北市民 PCR 结果拢是阴性，目前等伫隔离，一定7月初4会当出来。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讲 ，PCR 阴性也是有感染的可能，包括破病进程、破病了后，还是还未破病的潜伏期。唯一防止的办法就是注疫苗。这个 Delta 病毒哦，对于只打过一剂的这个疫苗保护力是不够的。那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还继续在演化。现在是说打2剂还有相当，即使是印度变种，还有相当程度的保护力。台北疫情慢慢转好，郭文德是讲，虽然转好啊，不过还是爱找疫区将稳重的感染源清掉。现阶段除了万家爆发的北龙群组感染，其他各行政区按照清零计划，有信心处理完。伊认为讲60岁以上拢注疫苗了后，有机会解封。他说，如果我们真的60岁以上全部打疫苗，恐怕一个程度上要解封也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的确哈，60岁以下的死亡率很低，
我们会，你看我们90%的在60岁以上。台北市群组疫情小连续发生，郭文德坚持无要公布疫调，有议员质疑看白。郭文德是解释，台北市确诊人数上侪时阵，一礼拜有1200多例，公布卡也无意义，惊讲有无正确的安全感。更到20日以下会发布确诊前3天的卡也。另外前国民党立委丁秀中家己讲，伫进行变异株 A 二疫苗，团出港批做伙做有上百人。市政府对早发现进行变异伫2月，就替丁秀中以变异当事的非医务人员做册。二月份所造的这个撤的医师人员的解释部分，那看看中央他们在这个为什么当时会接受这样子的逆死系统，还有健保卡注记，所以他们在5月26号施打的时候，其实是依照医院的非医师人员的身份来施打，这部分还是请示中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目前配发予进行病疫疫苗拢总3000多罐，后续是不是还有不是第一至第三类组的人也需要确认？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时间9:34，今日早起有举行全国的防疫会议，目前疫情指挥中心正在召开记者会，来听现场详细的说明。店或是店家、机关、场所的代码，只有这样子一个讯息，所以我们让地方政府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是作为你在疫调上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因为它只会出现第一个，它到的时间而没有离开的时间。第二个，它只有这个场所的代码，所以你知道它确实到过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做。但是进到这个场所去，它跟谁接触、停留多久，这些还是必须要透过精准的疫调才有办法去掌握跟落实哈。第三，有关 Delta 病毒的变异株有无需要提升医护的防疫装备强度？那医疗应变组有跟大家说明，参考国外感控措施跟比对我国的感控的措施，目前并没有需要在强度在上面做提升。但是有关于这个确诊者个案的收入院的部分，那建议地方政府在整个病房收治量能的允许下，能应该以一人一室为主，这个是在有关于在医疗应变的上面的所提的一些建议。那今天的说明就先到这边。副指挥官早安，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 Delta 病毒的这个 Delta 变异株的一个群聚啊。刚刚提到说这个屏东县这个不排除一周内会再检出病例，我们有哪一些是今天也有相关的一些病例新增吗？那我们可能会怎么样预估这个疫情的走向？那第二个是说刚刚提到因应这个 Delta 变异株会采取以一人一室为主的这个收住院方式，是只有针对 Delta 变异株吗？谢谢。不是，就整个医疗量能的部分，因为现在病例数下降。那这个医疗量能上面应该都是足够去因应一人一室的部分，所以建议医疗地方政府在做，因为之前有针对双北的部分有做部分的开放嘛，所以现在做一些调整。那屏东县的部分只是建议他们要提醒他们要去特别去注意哈，就疫调的框列等等，那要这个谨慎跟注意。副主管好，想请教一下，有立委质疑振兴医院就是如同好心肝的翻版，但是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丁守中呢其实是医院的董事，属于非医师人员，在2月初的时候就通报了中央指挥中心全国性的预防接种系统，也请示过，想跟指挥中心确认一下是不是有这回事。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彭博全国的防疫排名，那台湾在53个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是跌落到第44名，尤其航班的载客率是垫底的，疫苗接种排名也是44名，指挥中心怎么看？谢谢。有关振兴医院的部分，我们会就指挥中心会就台北市地方政府的报告来了之后，我们会详细再去做审视。那另外有关于彭博的指标，其实它都跟着疫情的状况有一些指标上的调整，那这一次看起来它的指标的这个依据主要的项目都是以这个边境开放为主。那我们也刚好在这个月5月份6月份我们遇到国内疫情的这个爆发，所以我们相对在边境的管理也有做了一些调整。
那我相信这些指标都是足以提供我们对于疫情或是我们对于整体的这个防疫的措施跟计划，我们都会有一些检讨跟改进。不好意思，东森新闻提问，想问一下说台中和屏东啊，要不要该做疫调的部分，然后还有怎么确认说秘鲁的阿嬷他有没有去过台中这样子。那另外想要请问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提到说夜市可能要部分要做微解封的情形，那有的还有摊商喊今天开始这样子，那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看法。疫调的部分，从去年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入境者做居家检疫，那境外移入的部分就是以居家检疫的这个地点为主来做疫调了哈。那就这个秘鲁入境的这个案例来讲，那主要的疫调当然会以这个他居住的地点为主哈，所以这个昨天指挥官也有在做一些说明了。那地方政府对于这个检讨相关的场所，那是不是当然还是以依照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个规范为基础，那是否适合去做一些调整，那能请地方政府如果已经是需要报给指挥中心的，还是要去报给指挥中心。那其他的检讨的部分，还是请这个地方政府就依照我们在这一个阶段的管理跟防疫的措施来做一并的这个检讨跟处理。您好，华视。头头听到是疫情指挥中心现场上新的记者会内容，所以咱来关心受疫情影响，嘛有真侪公司即马在休无成假。严格从宏观，因为有买一半的公司拢是制造业，影响较小。这两个月失业率大约是3.8%，算是全国第二低。台湾新冠肺炎三级警戒延到7月12日，彰化县政府原本7月初要举办的就业博览会也配合防疫暂停。彰化县劳工处表示，县内有将近50%的制造业、40%的服务业、10%是农业，在这一波疫情下，就业市场相对稳定。疫情的影响吼，无影响到咱的就业市场吼，啊嘛进一步吼来提供着线上面试吼，甲这个职业训练啦吼，嘛专定吼来改做伫网络面顶吼来开远距的课程吼，让我们在疫情过后吼就能够顺利的衔接咱的就业市场吼。彰化县内有8个就业服务台，帮忙头家参新的媒合，开发就业机会。服务台尽管表示，即阵啊来找头路的民众，电脑无济。最近真的比较少，真的比较少。电话跟他们联系，想推荐工作给他，他们也蛮怕的，怕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出去工作怕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啦。当然比例不高啦。彰化县劳工处表示，彰化县109年的失业率是3.8%，全国排第二低。这两个月失业率参去年比较无明显变化。彰化县配合劳动部的安心即时上班计划，也来提供735个临时工作机会和民众申请。今年休赖有153个学生做线工的课，也阁有7间厂商提供144个暑假期间学生的工作机会。民众会当随时去劳工处 Facebook 参彰化就业通平台查询。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台中运输坐人较侪，大家出出入入，所以防疫工课一定要认真。嘉义市政府即马为着要替公车加强消毒，做好公车内的防疫措施，要伫22台电动公车顶头到自动喷酒精机，予民众会当坐落安心。上公车之前，手会当先来喷酒精，佮加上原本的空气杀菌设备。嘉义市政府希望伫疫情这段时间，予有需要来坐公车的民众会当较安心。就在这一个车门的附近，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清洁消毒的工作。我想说这个部分对我们后续的民众的一个所谓的自身的安全，还有我们乘客的一个安全，都会有相当的帮忙。嘉义市政府交通处昨日伫市区3条路线、22台电动公车处理口边啊，拢装设酒精自动喷雾设备，方便民众消毒手。但是因为增加消毒的动作，所以民众上车落车的时间会拖较长。交通处嘛，请驾驶开车之前要注意。
我们的民众用完了这个消毒的酒精之后，那驾驶会等到我们的乘客坐定位置之后他才会开车，不会说你在消毒的过程中，你还在行走的过程中，那我们的驾驶就移动了车子，不会。目前已经三级警戒，民众减少无必要的出门，家己骑的公车伫假日的时阵，嘛配合减少车次，业者呼吁要坐大众运输工具，唔然爱配合防疫措施。如果有发烧、咳嗽的症头，请唔通来坐车，以免造成传染的风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目前全国三级警戒，学校改伫线顶教学。有老师就表示讲，线顶教学唔然爱关心网络的问题，也够学生囡仔敢有专心，嘛是一个大问题。因过伫教室内底，囡仔的心那是飞出去啊，甲嫌随时会当嫌转来。严格伫线顶教学减少互动，到底囡仔是学有还是学无，嘛唔知。三级警戒延长到七月十二，学校的线顶教学嘛继续延长到休热。有教学现场的老师表示，教学是一件真注重互动的代志。伫线顶教学，学生专注力的关键差别会变愈明显。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小孩的专注力的问题吧。大部分的学生他是有镜头的，可是他不愿意打开，或者是说他有镜头，但是当他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你看到他对着镜头在傻笑，你就知道说他可能是在开另外一个分页，然后在打电动或者是做别的事情。那你就问他，那他下次他就不开镜头。老师说以前在学校针对较无多专心的学生，老师会使在现场观察学生，也有辅导室、巡堂等等学校的机制会使来斗三工。但是线顶教学是真恶监督每一个学生的状况，也较无学校的主管会使来斗注意。如果说小孩他是没有办法自律的，他没有办法，他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弱，他需要有人盯着他的话，那在校园是可以做到，但是在家里，如果他是这样状况的小孩，他就没有办法学会自我约束啊。教育部讲，鼓励老师透过多元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也使鼓励学生完成各款作品，提升学生的信心。老师讲，有一挂学生本身就较需要有人伫边啊对前对后，才有法度专心。正希望伫线顶教学期间，家长会使注意这款状况，但是家长是可能需要上班无用等等，这是无好解决。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三级警戒，民众无法度去健身房运动，真侪健身房嘛无做生意。有业者即马就找立委斗阵开记者会，讲因无法度申请纾困补助，连纾困贷款要借嘛借无，毋望政府会当斗相共。疫情关卡，健身产业变产业，有业者出面讲，互停业甲厝租逼甲自在袂了，想要请体育事业纾困补助，佮家己爱提出疫情期间的应收证明表，但是这项报表是两个月来结算一届，爱到七月中才提有，即马嘛袂当领。因为他们要求五六月最新的401报表，那通常最新的报表两个月为一个单位，为一次这样子。哦，所以你们的这个收入的报表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来呢？7月15号。服务者心烦的代志，佫要向银行来申请纾困贷款4.0，嘛红苹果是高风险的产业，同款因为无上新的应收证明表，受到拒绝，连要借钱过日都无法度。立委嘛提出建议，希望政府通放量贷款的条件，民众可以减负。切结书，那减负这个切结书、哦、那就可以进行所谓的贷款。那这个切结书，很多人说哦，这会不会有造假等等，不要为了一两个不好的人把整个产业砍死砍爆。针对业者申请营业收入报表的困难，教育部体育处是表示有开放给业者新申请纾困补助，这来高行贷款的部分会联络金管会来了解，全力协助业者。另外针对一个无劳健保、无工会教练的纾困案，上新的统计有收入6000多件，也当在审查会尽速来放宽。记者陈阿文，彩虹报道。在里的南部沿海，最近有一阵海狮为着要避杀人海鸥的追杀，甚至想要跳去哩船仔顶逃命。后来，渔船仔是替因安抚，予因收到港口，停伫海沙堡，嘛意外成做当地焦点。停车场竟然有海狮，真侪人围来看。一阵狗一直解飞，狗的主人提车啊解挂。
在外口也有规日夜灯花，正伫咧海上波片南，这是智利南部沿海城镇托美港，因为这种海岸附近要抓鱼，即挂海狮才会走来吃味。对鱼面迄个画面，会当看到，迄当阵船尾回港的时阵，伫无外远的所在有几落只，俗称做杀人鲸的附近这种海岸，正伫咧抓这阵海狮。这阵海狮就跨到船的边啊，甚至想要跳起咧船顶，情形真危险。渔民也真担心，这款海狮若真正跳起来，颠倒人会会跨入去海底，要还是用船安好海狮，慢慢驶返去港口。海岸也无地来，这款海狮就留伫咧港口避难。Maravilloso y me da una pena tan grande porque ellos vienen arrancando de las orcas. Venimos de Novedoso, vamos a verlo. Yo vivo con el pleno ahora, pero después venimos a verlo. 有关官员讲，这阵海狮有可能是为着要闪海岸，也可能是附近海域的风影伤大，才集体上岸，搁走到停车场。智利目前对海狮设有十年的保护令。禁止民众把因自自然栖地赶走。不过，若拄到较歹的环境时阵，一挂海狮顶多是向人喊救命。公司新闻詹惠敏报道。为着避免气候变迁继续恶化，波兰即马正在进行能源转型，打算在2049年要把所有空调拢关起来，要改用太阳能发电。过去一冬，到太阳能供电方的比例甲发电量拢创下新高。厂内边无伫咧种作，是规片的太阳能光电板改种电。波兰政府这几年积极伫咧撒太阳能发电，甚至一般民众的住宅、商业大楼的厝顶拢有太阳能板。真侪波兰人拢唔捌想过出现这种情形，因为当地出产煤，欧盟国家有90%的电煤拢是来自波兰，因为处理用具成本少，烧煤是波兰主要能源供应来源，每年提供国内超过70%以上的电。Ja w zasadzie nie mogę uprawiać sportu, nie mogę biegać, nie mogę iść na rowerze, nie mogę chodzić przede wszystkim z dziećmi na spacery, ponieważ jak widzę, jaka jest jakość powietrza, no to po prostu wychodzenie z dziećmi na dwór, na spacer, czy też uprawianie sportu jest szkodzeniem sobie, wyrządzeniem sobie szkody na własnym zdrowiu. Today's agreement puts us on a clear path towards climate neutrality in 2050. It gives certainty to investors, to businesses, to public authorities.为了要应付气候变迁，欧盟提出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碳排的计划。不过，所有的会员国内面只敢拿波兰投反对票，因为煤矿产业是政治敏感议题，要让政府加工会达成协议，在2049年把所有碳坑拢关起来，协助碳工退休或者是换头路。Potomnym ja już w moim wieku, ale chcę wnukom zostawić dzieciom, żeby po prostu mogły oddychać czystym powietrzem. No jeżeli to będzie realne. 另外，转型无法度一边就做到。波兰政府是一步一步降低烧煤发电的比例，按算伫咧2040年会降到11%，而且会同时建立绿化风电，加采取其他的生物能源，跟着其他国家的脚步，两者实现碳中和。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地灾，提醒乡亲，今仔日伫中南部也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那其他所在是伫过头了后有西北雨。礼拜四西南方会减弱，各地会开始转做高温烧热热天的天气形态。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高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高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0度。都会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